我对岸在白纳，风雨飘泊。臭小子，不写作业玩什么呢？关你屁！混蛋，我可是你老师，还想骂我？你说学个习，为什么非来这里？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哼，必须宰了你，你才肯放我走。等等，我刚才开玩笑呢，作业我帮你写行了吧？别叫了，我要换个地方玩游戏。好啊，那你去吧，只要你别动手就行。不动手可不行，他实在太欠揍了。这个门上有我做的陷阱，为了防止被报复，我赶紧跑，从这幅画里就可以出去了。这旁边有一扇隐藏门，我们先往前挖。风雨漂泊的残留在举手，妻子剁手，可怜一束星。这个门是迷惑他视线的，等下我要放置个压力板，先爬梯子上，避免自己踩到。好了，上去吧，我先找个地方玩会游戏，等他，就在这里吧。慢走一关节，气死我了，刚才忘记先出手了。他小子不知道跑到了哪，先从铁门这里出去吧，上面有一个拉杆，拉一下吧。 Hello， 卧槽，这什么东西，这地方竟然还有陷阱，看来门绝不能通过。这幅画似乎有点诡异，果然是个密道，赶紧进去看看。竟然从对面出来了，前面有梯子，赶紧追。尼玛，这竟然有压力板，我今天必须狠狠教训他。他追上来了，赶紧给你烫个头。卧槽，哎呀，周围好像着火了，看来这岩浆的威力有点大，我们赶紧去屋里躲一会。这下面的压力板不能打开，对，忘记关门了，现在去楼上躲着，那里有我最后的机关，先在椅子上喝杯茶等他。可恶，小子竟然敢阴我，这岩浆就是他放上去的。尼玛，给你堵上，这马上要到陆地了，小子会躲到哪里呢？有一座房子，小心一点进去，有梯子，他可能在二楼做了机关，我看看火板门下面是什么。下面是水，他绝对设置了密室，赶紧放心跳下去。我对岸在白纳，可恶，上当了，水上面还有屏障，那不用想了，他小子绝对就在楼上，赶紧上去揍死他。哈喽啊，老师，你小子下手也太重了，赶紧跟我道歉。道歉？你在想屁吃，我再给你看个宝贝。卧槽，这什么、哎呀，烟花太漂亮了，